通知啊！我咧，都一班人出埋，都喺河卡，之後就都喺河卡啦。你到底有冇河卡啲啊？什么？虾虾，大的虾好，等我一下。拿大只的来，我有。你做了几页？有几页的吧？弄个八折的吧？你弄个八折啊？我没照。没有。台湾这个是什么鱼？那个是。金龟啊。烟台虎，哎那好。哎那好。就是海底这个哈。红哈。红银白海底虾。不是那个，那个弄河那个，钓河之类的。红色那个虾子啊。那个龟阿伯虾啊啦。龟阿伯虾无呢？我看他笑没。哎，今日无龟阿伯。好多。啊，不错。今天有没有龟虾没得？小条要买，这个我。还是说那个手烤虾吧？这个要不要？我看买多少？300、500。看看漂亮不漂亮？哦，来来来，这个300块拿去看看。跟你一样漂亮，跟你一样漂亮。那么早来了，跟你一样漂亮。500块，够了，我贵了你看。500块，够有可能？跟你比第三倒出来，看卖比较，看无？对啊，你会拿啊？对啊，你会拿，我是第一个比起来啊。好，你也是提出来比看卖无？你想不如好玉群行？你想要买换这个，我看啊。来，你先可以给你看呐。你先好去看卖嘞啦。来这里。300跟500一定有差的啦，不会骗人啦，不会乱卖啦。300跟500，看看不要，不要问的啦，你买决定就好了。人家要问，算啦，决定啊。人家那个，我是给他买的，人家叫他买的。人家叫他买的。500，你要买500哦。没有啦，我是讲你讲。哦，无啦。哦。我是看较济，看较济起来尔啦。那个，你刚刚买？哎，那个。算了，你买那贵也袂套住个啦，无啦，拢套啊，无迄无套个啦。嘿啊，你嘛是阿爸套住啊？对。哈？啊，我着听了啊，无啊。对啦，对啦，我知啦。对。哈？可以啊。好啦。好啦啊，那300是500。啊，300有啦。好。500的。500不会啦。来这里300，还要什么？谢谢大家吃饭，吃饭呢，现在不能大家一起。哦，是啊。还什么？还是下面玩？哎呦，鱼丸啊，石墨鱼丸。石墨鱼丸有。石墨鱼丸要不要？石墨鱼啊。哎，石墨鱼。哦。不要。怎么卖？怎么卖？200块啊。五锅鱼。今天五锅鱼。今天多一点吗？200块啊，哎，几块吗？哦，好不好？你要两，你要鸡，啊，再包3颗，哦，不要2颗，好，两包2颗。阿妈讲话了，对不对？掉了。哦，不是啊，那么准哦。第一个客人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今日无去运动啊？谢谢。正来啊。多刚好。谢谢嘛。你们等一下，我要吃马蹄。你来这里现买那个现成的马蹄啊，这个做我们这里最我们这里最出名的呢。我们今天要把鱼吗？没有什么鱼可以买。嗯，是。我们还有一只黄鱼，对不对？今天章鱼啊，章鱼。章鱼啊。章鱼啊。章鱼。那个什么鱼啊？那个结节那个。那个有没有那个这个呢？尾鱼，尾鱼，吐纳，吐纳，吐纳，对，尾鱼要炒蒜蒜的。这个，白鲤，白鲤，吐纳，好了，吐纳，对呀 ，yellowfin 吐纳。尾鱼呀，这个要炒蒜，这个里面。
蛋的，对，他们卖的没有蛋的，要卖有蛋的比较贵。对啊，有蛋的很贵。哦，有蛋的很贵嘞。有蛋的一只100多块嘞。不是啊，我在吃麻吉啊，麻吉啊，就是这个第五市场里面有一家老店。啊？有一个说有蛋的刘月宇，我不知道谁，他说这里要的，这里要的客人哦，不知道。他把老二今天没有来。会长好，盛明好，苏白好，我吃饱了。黄明好，张凯好 ，Alice 你好喽。他在后面睡觉，他难搞啊。我搞了3天3夜，3天3夜，脚步不能停歇。没有人先。正正你好。秀琴你好，看一下桌面有什么。桌面我先不要香鱼七星炉黄鱼煎黄鱼，不知道为什么拿这么黄的，这么多香、不知道。这个耶尔芬吞纳黄鳍尾鱼肚，这个加了些呢，加州卤三全卤，然后洗更今天有洗更，还有石目鱼肚昂沙虾仁花枝，花枝也很久没出现了。可花鱿鱼、花鲳，这今天花鲳大只的哦。这个花鲳是大只的哦。这个花鲳大只，富贵鱼、虾子 ，OK。银花鲈、金目鲈，金目鲈也是大只的。金目鲈应该还有一箱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不止一箱哦。然后蛙、啊，哎那，然后鲍鱼、鸡块、鲨鱼烟、鸭肉丸。剥皮鱼、葱抓饼、海鲜卷、月亮虾饼、黄金鱼块，桌面上的是这样子。这样盖起来是水哦。这是鬼哦。对啊。什么意思？要盖起来是鬼哦？哦，那个虾米饼、虾卷，还有布拉提，大概就这样子哈。文松早，要啥不？对，有尾鱼肚，那个黄鳍尾鱼肚，跟你们讲，正浓酿。我今天是第一次去里面呢，我去洗手，我没有进去过。是啊。我没有进去过。Hello， 贵啊！哎，哎，今天摆摊人到我呢，无人家来摆，真的，无人家来摆，啊都确诊啊，啊确诊，现在到处都嘛在确诊。你咱做生意用安尼讲，人去买物件，人就惊死啊！你啥物都惊，拢免食物件，拢免食物件，就上海安尼封城好啊，拢免食，拢免食。像这啊，老花安怎好？因为这无熟哦。偌济？这较青啊，这很白。嘿啦，啊偌济？我参考啊。先较大只，好哩。大只，弄来较大只啦。哎，无啊，紧啦，啊偌济？哦，我这不让你大只。安尼五百。好。青菜啦。哎妹。哦。这。我啥哩啊？这你就给我放伫你后壁，较豆甲来算钱就好啊。啊，系你要几分了？几分我就足细杯，无正宗较大份。系，今日较细粒。有偌济？三百。足细粒。是外卖较济，较济。卖比较济，好，较细粒。
因为现在即马个，因为即马疫情的关系，大家人要开钱较紧，所以安尼冷。哦。哎，无要紧啦，你就摕来，有阿姨。OK， 发财。OK， 啊 ，OK， 继续。可乐果茶，食堂好了。八千好了，尾鱼肚帮你留一份。哎，尾鱼肚快没了，你第三季什么时候到？有啊，200块好不好？好。那个尾鱼肚哈，尾鱼肚哈，只剩下这些哦。今天就这些。对啊，只剩下这些啊。那个，你大概什么时候到？李三，帮你你啊。今天没有小章鱼，今天没有小章鱼哦。快快快啊！蔡蔡你好，文松你好。今天没有小章鱼。现在不是软丝的季节了吗？嗯，软丝应该都有，只是现在软丝很贵，没办法拿。一人一样。现在软丝很贵，拿来的话很恐怖。有香鱼，可乐果有香鱼。那个尾，那我先跟你讲哈，尾度一份300 ，OK 吗？逍遥游早安，越南早。尾度一份300，可以的话，我先帮你留一份。这样应该会再过来一点。先来先聊了。尾鱼肚。尾鱼肚帮我留一份300起来，8点到，待一个小时。Lisa， 那我帮你留一份尾鱼肚起来哦。留一份。那个那边大概剩个三份多一点吧。两三份左右了。对，那边大概剩三份左右。如果要尾鱼肚的，赶快来哦，大概剩三份左右而已哦。那个小刷子。那要我买就对了。对。然后买，你要买多少只啊？我不知道。6只。我要说是你要的哈。啊。哎，要说是你还要的。
来，阿翔的鸡腿来了。来。够领导了吧？这个。领导，厉害啊！哦，他家有多少地？啊，白砖。领导嘞？你还无关系嘞，拍摄。领导嘛无。哎。啊，白砖会嘞。白砖有大地，厉害无？有，慧君今天有鸡腿排，牛二两，这边牛二两鸡腿排。来，快点来看。敏峰早安。你看这个大地呢。亚林早。看一下。兄弟早安。二 L 阿爸，三 L， OK， 阿爸阿爸，啊，三爸啊，背地有你啦。尾鱼塘好像没有，我问一下。哎，八千哦，建制长，八千，老爸回青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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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青加一把。尾鱼塘等一下，三只，这边三只五只，三只得。哦，三只三把。加上尾鱼塘，尾鱼塘，要他货还没到，有下了，有下货了，还没到了。今天没有尾鱼塘，新红在后面趴在地上睡觉，他在后面趴在地上睡觉。老罗早，孙峰早，哎，退群的。放乖沙，不蒙，来，不干蒙了。回灰啊，回灰，回灰，你买几只啊？是，几只好？一斤几只？一斤五只。好。来，我来切。那你有回灰？我噔噔噔噔噔噔噔！哎，啥？阿妈，好。阿妈，阿妈是不？建制，你要去离港喽？你等一下要去离港。你上礼拜去都没有讲话，今天一定要帮我带到话哦。五百块啦，我去。哎呦，红豆，哎呦，那冰镇那百块散啦，哎呦，拍到变宽啦，还水分拢拍了了啊。弟弟你好。哎，快回来。